大家好，我叫小范，他们都在议论这个很好。他的腿很长，嗅觉很灵敏，还有他这个很乐观的尾巴，像一个风扇。这狗买了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不用钱啊？3000块。狗主人说买来200多块钱，买来的时候是幼犬，很小。然后他们是卖一个外卖的3000块。狗主人有钱都不卖，狗变成他家的一员。后来，他这尾巴像发动机一样，甩个不停的。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，差点挂了，在鬼门关里走过来。你们说这？